喺唔耐之前，曾经有个咁样嘅女仔，佢成时发住同一样嘅梦，而喺梦入边，会一直重复住一把声。但系梦醒之后，就点谂都谂唔翻起。嗰把声呢，好似风吹稻草咁样，会缠住喺你身边，轻轻咁划走，然后慢慢慢慢变细。或者会系似一种漂浮嘅感觉。那个女仔总是自己一个，就算对周围的事物充满了好奇，亦都会埋藏在自己的心入边，默默同自己分享。咁算不算一种孤独癖啊？因为从佢个样嚟睇，睇唔出佢有咩寂寞啊。可能只有佢自己先至会知。在某一日，那个女仔突然想改变她的生活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令她有这样的想法呢？她说要出去旅行，还想去远一点的地方。其实你一定想问我，喂，你怎么认识个女仔的？说你知道我不认识的，连个女仔叫咩名字我唔知噶，咁你又一定会讲，你又知咁多嘢嘅？记得嗰一次，嗰个女仔行过嚟同我讲咗好多好多嘢，我竟然唔明白佢到底讲啲咩。其实都已经唔系咁重要啦，或者一日我系会明嘅。个女仔转咗身之后就唔见咗，自从呢次之后，
我再也冇见过佢啦，唔知佢去咗边呢？如果有一日嘅下昼，你喺稻田嘅旁边遇到一个发呆嘅女仔，或者佢已经攞住嘅已经唔系一部录音机，而系一部相机，麻烦你又话俾佢知，嗰把声到底系点嘅呢？等佢知道咗之后，话翻俾我知道好啊。